岳父啊，我准备好了，来，走吧。哎，不是，他带我去哪儿？哎，我的天哪！都起来了，弟兄们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把刀放下，快点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娘，陪我未来的岳父大人赌赌钱，玩玩牌。 都起来，回来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兄弟们，起来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小宝，你说我这手，哎，等等，豆豆花，啊，我说你小子怎么一直在赢的？ 耍诈呀你！没有钱，没有，怎么了，宝？行行停停停停啊！岳父大人啊，我咋瞅着这牌像是你扔的？哎，这不是我扔的，这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这个他们要是知道会打死我的啊！哎，行，咱也别玩了，再玩下去我这个扇子就要废了。 我这玩的兴头上的，再玩两把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差不多行了吧？就没见过你这么懒的人。我哪儿懒了？这都2个时辰了。你看你，拿笔拿的像个猪蹄一样。 好好写，说两句就自暴自弃了，重新写。骏马爷，郡主可以用膳了，走。面不好不准吃，巧云。 给郡主留一份，他晚些再吃。是。没事，请你别太过分了。晚些时候，我让司恒过来检查，不合格你就饿着。是。我忍忍忍忍吧，忍一忍啊！少爷，吃饱了，我们练一练啊。 坚持，叶林霞可还等着你一起行走江湖呢。看来保持饥饿确实有效。 少自以为是，是他给我的力量。原来是为了男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人妇抱着其他男人的衣服合适吗？我跟你是假的。那你跟他是真的？人家行侠仗义、光明磊落，比你这个霸道又无理、自私又冷漠的人强多了。 我自私冷漠，那谁又对你热情如火？我跟谁热情如火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再说了，你不过就是个假的，你凭什么管东管西的？你是我谁啊？对，我谁都不是。那你去找你的心上人了。我是去找我心上人，没错呀。他又温柔又体贴又细心，比你好上1000倍啊！不对，出了梅府，随便一个男人都要比你好上1000倍。